你看看，各种小电驴，也是一排排的，全是小电驴。这个现在北京不让搞这个了，不让搞这个，但是还是停了个乱七八糟，停了一堆。虽然那个电动车、汽车啊，北京可能还是少点，但是呢，这种摩托呀什么的玩意儿还是挺多的。这帮人是玩嘛，弄一辆小车骑着玩比较方便。哎呀，突然想起来，我们那儿里的车都是什么，那个什么啊，宝马、奔驰、福特。什么日本那几个，然后我想起我们以前开了好多年奥拓，在我们院里进进出出，保安老认识我们，因为我们那个地我们小区份儿，我们小区里头别人都是那种档次的车，然后就我们进进出出老开一辆奥拓，特别特立独行，开了好多年。哎呀，那可是我们奥拓有自有自的好处，你不知道它占停车位置一流的。像我们小区那种北上广深特别缺停车位，根本就不好停车，行不行？有一个奥拓占停车位，那是相当的便捷。好嘛，这车停的可乱七八糟，这是要堵死的。这长得比较像摩托，可能是真有可能是燃油车你看这金币什么的，这是正经的摩托。北京那个要想弄摩托的话，还挺难的，但是。那个京 A 京 B 什么的，那个都是很早以前的牌子留下的，那个都是牌子比较值钱。这就是京 B， 这是正经的摩托车，这不是小电驴。这块牌子可能比较值钱，是真的。